规划的那一回姐姐和朋友都过一个轻松愉快哈，来我们的下午时光，来吃着咱的下午茶，啊，再来欣赏着咱舞台上的节目，来做咱好背景彩虹影视传播，来今天你好特别参与着哈，咱的这个大舞台，以及哈，来自咱的意大利进口我们 RCF 的这个百万音响哦，让我们现场的朋友视觉上面的效果，更加有听觉上面的享受，来非常震撼的音乐带给大家。好，谢谢，来感谢我们娃娃，那你吹一个，三方，好，不懂哦，我再跟你解释说一次哈，来，我们车辆要经过，小心哦，你是不是抽到四号？这边有四号，然后你等一下呢，就到前面，然后领一杯饮料，然后我们在四号下面再添一个数字，加起来不要超过39。对，晚上那个539开了，如果有中号码有中，哎，金额多少啊？哦，通号码有中10000哦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，你 B S 零啊？哦，1000哦，1000呐。如果中那个号码，就是再得1000。等一下你就拿下去，然后他们会有一样，会有金色那个奇异笔，啊，写着，然后加起来啊，记得拍给我。对对，要传给我，拍给我才有算数哦。
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自己独吞啊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啊，谢谢娃娃，谢谢，好，来赶紧哦，来这美不要亏啊哈。